经理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上次你不说请我吃饭吗？哦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来就来嘛，还带东西来，这是、啊、油条啊，我总不能空着手来吧？礼多人不怪嘛，是吧？哦、这个咱们也够吃哈。哦，怎么咱们呢？到时候家里人也会来。哦，嫂子也要来是吧？添双筷子的事嘛。一天就说嘛，到时候吧，我大叔、二叔、三叔、大舅、二舅、三舅、大姨夫他们都来，平时啊也没时间聚一聚，今天全部到你这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哎，不介意嘛，人多热闹嘛，到时候啊我们就去外面吃。哎，到外面吃多不当浪费啊，就在家里吃，勤俭节约是吧？这我就到外面来，炒好了菜让他们送家里来。是吧，吃的你安排我放心，娱乐你也少不了哦。我这里又没什么娱乐设施。哎，对了，今天花多少钱你给我算一下，到时候啊补给你哈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我请经理吃饭哪能让你出钱呢？哎，你可别让我犯错误啊。不会不会，行，那我们准备准备。准备准备。